天天躺在那里玩，他每天晚上在这里。那你去吃饭走。出去玩一下，出去玩一下，出来都玩什么呀？来了，一是要学嘛。你还认得我吗？英子，你认得我是谁？ 上次去我师傅手机的手机都压了，我咱们俩一起，赶紧去，我找不了运气，今天淘到钱没有？今天淘了二十多，看看花了没有？已经还有几块钱吧？看看给粉丝看看，今天人少多少钱？还有很多硬币了，可以啊，比我回来好啊，已经用完了，我跟你一起去淘花现在，我们两个一起是吧？可以，现在去吧。我们两个一起，现在淘不到，现在太难了，还晚的哈，现在回家也淘不到了，不是隔天的哈。最近过得开不开心呢？还可以吧，一般般，然后刚刚够生活。 刚刚过生活，每天有几十块钱嘛。然后我前两天听你说别人给你送了个大衣啊，还给你剪了个头发，是个男的，是个女的？是一个夫妻刚结婚的年轻夫妻，然后他每天给我转了二十块钱，二三十块钱。每天给你转了？然后给我洗了个澡，办了个身份证，然后买了一套衣服，有100多。还买了套西服给你？买了一套衣服。 穿着这还可以，穿着这。难怪你现在穿干净了，会不会有人不给钱你了？现在少多了，这么干净，别人谁愿炒饭的，别人不给钱的，现在就是十几块钱吧，有时候二十多。想不想跟着我一上班呢？过段时间再去吧，过段时间。我带着你好好搞的，我给你找个女朋友吧。 女朋友都不要，女朋友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给你介绍个，介绍一个也不要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人生这一辈你不能人要活得有意义吧？不要，要活得有价值嘛，是吧？不要，我给你介绍个女孩子认识一下哈。她的长相肯可以的，你长得又帅呀，又潇洒呀。没有，那没有，一般般。有年轻啊。你帅一点，一般般。我一般般嘛。一般般。可以，我想你好啊。 想给你找点小事说一下。你那个孙宝，咱俩可以口。哦，我好久没见了，那个黄毛哥。我看到啊，那个竹毛林的黄毛哥。我是竹毛林的大神。黄毛讲的还是可以的。我也是为你好，因为在外面都不容易啊。黄毛的为人你也知道噻，你也了解噻。嗯。我的兄弟都是忠心兄弟啊，重感情啊。麻烦他兄弟。 我想你，从长起来一下，那你这个活世上不能白活，要活得有意义，活得精彩。你能不能改变一下，兄弟？我想看到你好起来呀、啊！你要是啥都懂，啥都明白，也不傻啊，也很聪明呢、啊。我比你们要穷多了，我都好。 穷无所谓，只要你肯搞，只要你不懒。好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一下，将来以后怎么办？不能这样下去，这样不行的。妈妈也是操的心呀、啊。